好，小心靠过旁边哦。好了没？靠旁边哦。还要玩吗？不要玩了。还不玩？不要了。不要了。那你再玩最后一次。好啊。那你脚要抬起来啊。下来脚要抬起来啊。为什么？才可以练习平衡啊。为什么？平衡。那到下面就要脚刹车哦。要不然会撞到啊！你试试看干嘛？好，小心哦，脚抬起来。好，脚放下来。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还要玩一次吗？不要。那我们走了。